大家好，我是马来西亚流动车镜连锁店的执行董事，也是马来西亚车镜修理商总会的总会长拿督刘汉华。今天我很开心 Sika 邀请我来到这个地方，看到他们的示范，原来 Sika 公司是把所有的顾客的安全放在第一。我会把这个信息带回马来西亚，告诉我所有的生意伙伴，所有的顾客们，让他们知道其实 Sika 在我们的车镜修理商行业里面是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，那就是顾客的安全，再加上我们给到顾客最好的服务。谢谢。